现在时间4点整，帮我开。已经红灯好吗？不是，它只是红电灯。看了吗？现在时间4:01。都还有吞维他命 B 耶，消除疲劳，不过好像没什么用。要吞 B 群吧？对，就 B 群啊。对啊。哎呀，没有用。有啦，可能没有吞会更惨这样子。我的，哎，是我的吗？那个吗？那、我的是这个，我的是这个。看什么？看影片。哦。什么时候？但是人家下，因为我家大家都有事，然后就是下课，等下直接跑旁边看，或者是说晚一点，9点之类的。9点之类的。九点，那就9点，他在咖啡厅。咖啡厅是那个旁边左边那边吗？就是大厅，就是外面那边。好。我也在练习哦，但是我真的滑不久哎。9点以前要回来，所以我们的快速晚餐跟游泳池套餐，9点以前回来。对啊。那我一进浴场就要看时钟。对啊。然后那个养殖浴场就要在旁边站。对。没办法，怎么
什么棒棒？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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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边他上，还太习惯了，就自己往前。然后装那个是吗？好快呀！哦，快快敲到头，敲到头！你为了不敲到背，敲到头。糟糕，你帮我检查一下功课。没关系的。什么歪？没歪，完全没事。我又撞到头了啊！撞到头？对，我刚进来就撞到头。这边杆子撞到头，哦，我这边它力气很短嘛，风就会撞到我嘛。嗯，哇，好冷哦！这次我加强后脑，休息一下出来超冷的。我把后的那一段往上拉，这次只有照到我的后脑。没有靠腰哎，我手为什么没有控制？扎紧点。我没有发过这，应该没有，因为这个沿着棒棒。所以我们应该没有滑过。里面有，该不会是有水吧？应该是水啊，然后还没有。下面是结冰是吧？对啊，那里有个桥。只有上面好冷哦。而且灯都快了。我刚已经重新穿衣服了，出来是觉得好冷哦。救命啊！我觉得脖子非常暖，其他地方脸上是冷。哎，人少真划算。哎，这里跟我们中间隔了一个雪板。那个棒棒的是谁的？不就更全面吗？好冷哦！靠着手臂，靠着这个雪条的地方觉得很冷。好冷！好冷哦！不要靠到铁的地方。哎呀，好冷哦！好冷哦！然后这样子就好了。哦，没太阳真的很难过哎，超冷的。嗯。哎，你昨天有没有看天空？有很多星星呢。晚上。嗯。泡澡的时候有啊。哈、哦。嗯。好冷哦。月亮还很大颗嘞。有，昨天月亮很大。哦。那我就想说，森林那边不会有人在偷看的。为什么？所以它这种窗户才会要距离特别远，然后如果是富良野那种的话，就是前面种几棵树，哦，里面看得到外面，外面看不到里面。嗯。又是馒头，现在我们还无法承受这些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我今天摔得很像很惨，在树林里面，崩，然后很硬，又这种被压得很厉害。什么被压得厉害？那个已经是被压。我说森林迷宫那个，我摔了一下，哦，好痛。你说那里很硬？对啊。
那种摔在险坡侧边倒下去的根本就不会痛。嗯，但是如果因为那里顺势躺顺顺的这样躺着，对啊。哎呦，你在干嘛啦？好冷哦、喔！不讲风背后，真的很冷啊，好冷的。背后靠着那个就在那冷冰冰。啊，最好还是得靠。哎、欸，所以要吃泡面，回去就是吃泡面，然后就坐车冲去冲去游泳池，吃泡面嘛，先吃泡面、那泳衣怎么带？塑胶袋，两个人本来就包好，一人一包啦。嗯，好。我现在只是在想，我们要游泳完又要去那个，他要我们怎么弄游泳池？他要我们寄物柜要放哪一边？哦，更衣室跟寄物柜。嘿，你是说，当然是放回来又要再去洗澡啊？泳池的更衣室是在外面，啊、不是在汤里面。泳池的更衣室。你想到什么？不是。你什么糟糕？我是说，那我还是头是湿的，哎，好烦哦。你在想说要不要一时省略，怕九点来不及。不是省略，是说但不行省略，我一定要按。我是说，我这样头又是湿的，去那个我很烦恼、啊，很冷，是真的很冷。那现在好冷哦！记得收表。好好。我回去了。头到底在看哪里？我有尽量哎，转好像转右脚转的时候就会看那边比较多，看旁边的。好像因为别人没有比较没有自信的时候嘛。不会动了，不会动了。
以缓缓的就要练习这件事。对对对，就记得把小窗户推。好，大家下次注意人潮哈，我们下次一样到这个四人缆车的那个缆车那边等。到了，没事，重心没有踩过去就收脚了。嗯，哎呦，那收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先确定重心已经对了才可以收脚。好，把脚放下面，要放下面啊、哦？对，放下面，不然怎么站起来？要放下面，躺下去把脚放下来。对对对，怎么站起来？很狼狈，打滚。对，那次也比较敢摔，因为那次膝盖没有像之前那么心伤那么痛苦。对啊，那次也比较敢摔一点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确定重心再收脚哦。好，好，哎呦，确定外面是重的才可以收。好 ，Go。哎呦，哎呦。好，走吧。我们先确定重心下去，然后收脚。对，好，再来。你要滑吗？现在几点？现在四点不知道几分哎。4:20。好，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好，撤。好 ，Go。那明天那就晚上，今天晚上9点咖啡厅。好。咖啡厅就在哪里吗？他不是9:30就关，对不对？他9:30之前有威康瑞克免费的。好。对啊，我这阵有真查。然后10点是 last order。好。对。嗯，好，十点。万一我们来不及，再跟你说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会待很晚。好，对，那边上网，那边上网。好，好，我们去那边放吧。好，好，去吧。好，走走吧。好，我现在把手套拿好。哎，明天早上你要在哪里集合？在里面啦。里面哈，在里面啦。因为他我在里面等他们，他们三个就说。在外面9点，然后想说哦好赶哦，我们还以为自己没有迟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三个人就全部人就一起出来站着等你，然后就有听说他叫那个弟弟回去找你，然后就说有教练说你来找我们了，因为所有人都。这里不是吗？之前我们放的是那一区。那个门在那边啊。放这边。我放那一边啊。为什么要放那边？放这边就好了、啊。好、啊，那先放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围这个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嘿。这样。有没有架轻吊绳？没有啊，你看我又摔倒了。那个摔倒只是不要管它。哇！
喂呀，可以帮我放吗？倒了就倒了，插进去一点，插进去一点。倒了就倒了，然后这个再倒上去。挂在板子上，帮我挂在板子上。对，好的。来了。哦，那走这是很煎熬的一段路，真的很讨厌走这个。